高下亡魂千万计，赤壁千里映天红，杀伐四野神魔惧，何人敢秒将军威，杀戮无度为杀神，百战百胜一战神。好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首诗是写给何人呢？谁又能被称之为杀神或者战神呢？别走开，好戏刚刚开始。终极兵器白起，拥有着坦克职业的防御和血量，以及团控终极技能嘲讽。换句话来说，这英雄天生就是被人打的，打的人越多越厉害。要问为什么，看完他的能力一切都会明白。技能一，血之回响。白起回旋大镰，血洗四方，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。白起的输出技能冷却 CD 短，攻击范围一般，在团战中可利用这个技能打出伤害。技能二，死神之镰。白起挥出长镰，造成物理伤害，并将面前的敌人拉回到身前。这个技能就是区别操作白起是否厉害的分水岭了。作为一个开团或者追杀技能，使用一定要精准，如果能做到一拉一个准，那恭喜你，团战已经赢一半了。大招傲慢嘲讽，白起嘲讽范围内的敌军持续2秒，这大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控制技能，也可以靠被动打出伤害，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，满技能大招嘲讽时间依然只有2秒，技能范围也偏小。冰冰再次总结了一下原因，肯定是技能太变态了。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被动技能反击之镰，受到伤害有几率旋转反击，对周围的目标造成物理伤害。对于白起这个坦克而言，这个被动就是增加了自身输出，让他即使出纯肉装也能利用被动打出不俗的伤害。再配合这大招，团战想切后排先过了我这2秒钟。白起标准出装，作为一个坦克兼团控的职业，肉那是必须的，只有够肉你才能冲进敌方阵营打乱他们的节奏，只有够肉你才能吸引足够的火力而不死，只有够肉你才能带领队伍走向胜利。所以前期神速之靴不假，中期冷静之靴熔炼之心，反伤刺甲神影斗篷，神装抵抗之靴红莲斗篷，爆裂之甲振兴之铠，反伤刺甲霸者重装，这一套装备足够让白起肉得像一头大象，使敌人伤我1000自损800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不是亏了吗？那只能说明有些人还不知道坦克职业真正的用处。其实坦克就是用来吸引火力的，难道不是吗？重点还是要依靠队友的输出能力。白起 5v5 技巧，想要让一个坦克兼团控类型的英雄发挥全部的实力，那么就需要先守敌方，所以在战斗中先用死神之镰起手，将敌方的单位拉到身边，之后立即释放嘲讽将其控制住，为我方的英雄带来输出的机会。当嘲讽结束，立即释放回血之响，对敌方的单位造成伤害，再配合被动反击之镰，就可以对敌方单位造成巨大的伤害，以此取得团战的胜利。虽然白起是一个强力的坦克，但是也不能够无限制地抵挡敌方的输出，当我们自身的血量处于危险的状态时，我们要立即撤出来释放治疗术，当自身的血量不再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进场。由于白起的嘲讽冷却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再次进场可以再次释放嘲讽，让我们一举击溃敌方单位，获取胜利。胜利的喜悦使我想到，在很久以前有位英雄也叫白起，比起这位英雄，哦不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嘛，只能说 no 做 no die while you try。 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咱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